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让出这个号码的那个严敏师兄。师父，看一下2001年属蛇的男孩。2001年属蛇的男孩。嗯。看什么讲吧。他这个小孩从一出生到现在一直不好，就是那种也不会说话，精神。知道。哎呦，他不是这个孩子出生了，就是说他们家里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有两个灵性啊，所以他爸爸妈妈也倒霉啊，一直倒霉，你知道吗？是的，这个就是房屋问题了，大家听得懂吗？他妈妈梦见过他这个灵性，前段时间梦见过他这个老房子上的灵性显化，而且还清清楚楚的出了他的名字，许愿以后那孩子马上就安静了很多。看见了吗？嗯。看见了吗？嗯。我说他房子出问题了就出问题了。是的。明白了吗？嗯。其他没什么，给房子的药精者180张。好，是。好吗？嗯，好的，师父。老房子里面老灵性呀。明白了吗？家里一直倒霉啊，一直倒霉，他家一直很不好、啊、现在知道吗？你们记住了、如果你们住的家里不停的倒霉，我告诉你就准备要搬家了，你听懂了吗？他搬出来就是不在老房子住，都找他，他就是梦见他回来还跟着他，就是那就更厉害了，那就说明那是前世的冤结了，不是单单房子的问题了，听懂了吗？对，他孩子还一直要回去那个他老家那个房子，一段时间以后他这个灵性就显化给他梦境，然后他就梦见看见的一模一样。对，就是台长现在看见的，听得懂了吗？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一个老人，知道了吗？嗯，好好好修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师父，这位我这是帮助一位同修的儿子问的，他小房子还需要念多少？小房子还要念1300张。1300张，好的。放生多少？放生倒不多，340条。340条。好吧。师父，感恩师父，我们各自业障各自背，不让师父背。嗯，好，谢谢。